我自己呢，有一样东西是还是一样，就是我一个人呢，只身一人来到台北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高雄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员工旅，然后我就在国外看到某一样东西，我一看到就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东西，然后它又不用插电，我就很喜欢，我就把它买回来了。那买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摆在我家里嘛。然后后来我就在搬到台北的第一个阁楼的时候，不是住在一个阁楼嘛？阁楼的时候我就只有带这样东西进去，像衣服那个当然一定要带，就是所谓的摆饰或配件，我只有带这样东西从高雄带上来台北。然后后来就搬到内湖的家，就我在打电脑，我都是坐在地板那种合适桌，所以我打电脑都是盘腿这样打的，所以我一坐就要坐好几个小时，就很酸很累。打字的时候我就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分心。那其实我上本书写字写那本书写了很久，因为我都是半夜才会在电脑前面工作。然后有时候你会想很多事情，你可能想说啊，这个应该要再怎么写会更完整，干嘛？就会有时候胡思乱想，然后又会分心。那一分心，我就会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好像我会有专注力。所以呢，我上一本书跟我的去年那一本书中间，上一本书写的比较久，写了快三年。不过呢，我的去年那一本书就写了一年多就写完。我觉得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的摆放的位置很重要。那我先45度角吗？不是，不过我先跟大家讲是什么东西。35，就是这个东西，有看到吗？这边。哦，是这个地球仪吗？而且你看，我现在不敢碰它，为什么？为什么？只要你放，它不用插电哦。它不用插电，它里面有没有东西哦？它很神奇哦，你只要这个地方是正的，正很正的正面哦，它自己就会动了。不能斜斜的。对，它只要斜一点点，它就不会动了。好神奇，又是什么原理啊？还是里面有一只仓鼠？没有，都没有，真的没有啦。你们在运动？因为发现它自己会动，怎么会这样？对，好奇怪哦。对，它只是你去看，搞不好有电，它硬说是没有，真的没有电啊。他想要骗我，没有电，没有电池，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它里面也没有装电池，都没有。可以拔起来吗？可以拔，只是待会你如果不放正，它就又不动了。你可以拿起来，没关系啊。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它没有电，你不用贪心啦，你可以直接拿。它就是一颗球而已啊，它没有电啊。它里面很像是一个那种水瓶的东西。对啊，因为是它没有装电池，什么都没有。这个是现在这个图片呢，这个是我的新家的书房。那我还没整理好。这是45度吧？不是，这边因为我把那个新家的书房跟客厅中间这道墙打掉，正摆是一个房间。然后呢，你有发现我原本这个地球仪都是摆在我电脑桌的前方或左前方或右前方，所以呢，有一次我朋友来我们家就说，你地球仪绝对不能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要放在45度角。不是，你有发现通常我们房间跟房间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梁，你最好是放在靠壁的梁下就好了。靠壁的梁下。对，那等于说你这个梁就可以化解的意思那种感觉，因为我是坐在梁下。工作的啊，因为我的书桌一定要靠墙，怕梁会压你啊。对，所以那时候装潢的时候，一开始就跟我说，你的梁可以用灯来虚化。然后原来是我地球仪放错位置，因为我都一直放在我的正前方，然后我想要看我就拿起来看，那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他说你这边可以贴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我想说，哎，我就有一个地球仪啊，我从高雄带上来的。你看，这样算正吗？因为我们体重没有移过啊，所以它就在正的地方了。不是，因为你摆的地方没有移过啊。你看，就一直转。所以它贵吗？它也不便宜，它也要好几千块，因为它是一个品牌，国外的一个品牌。谢老师，实不相瞒，刚拿我手上的时候，它还是在转。没有，因为你有晃它啊。你很容易相信陌生人。我跟你讲，它真的。我讲真的，他真的不正的时候，我觉得啦，你是很像很善良。没有，因为他只要不正啊，他就不会转。对。哦。那你有转是像你像不是有一些人会说家里要放一个什么滚的球啊，或者什么？对对对，钱财它会一直滚。对对。那我就想说，哎，他这个东西也会动，所以我那时候同样的道理。我那时候十几年前买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看到地球，因为我想说，哎，我以后来台北工作，我可以去每个国家，然后什么，我要赚钱自己去玩干嘛干嘛，我是这样子的心态去买这个地球仪。哦。后来我发现，哎，原来他对这些什么梁啊，这些竟然是有一些帮助，对一些状况可以帮助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后来我摆对位置之后，我上一本书写的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快，好几刷这样子。是蛮多刷的，对啊，有帮助，就是这陌生人帮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地球仪，我以后不论去任何地方，我一定会一定要带着，对，哦。
我的不会动，但是呢，这个对我的意义也很大。就是我有一次去云南出外景的时候，然后在丽江古城里面逛街。其实丽江古城里面会有很多的古物店，但是呢，我就逛一逛，逛一逛。其实我平常是不喜欢那些东西的，但是就是因为外景嘛，所以你就是还是有时间你可以去逛。然后逛一逛，逛了之后，然后我在一家店里面。嘿，我就发现有东西一直在看我，然后就怕我一直看，我就看过去，没有，我就觉得那是谁在看我，然后就看过去，我就看到他的眼睛在看我，他的眼睛在哪里啊？这里啊，两只很大的，那么小。我跟你讲，这是在人群中，只要他是你的，你就会觉得他在看你，你在看他，好不好？你们会有眼神交汇，会有这种状况吗？会啊。阴阴的感觉，感觉有人在注视你这样。不是阴阴，是哦阳光的，是非常阳光的感觉。对，阴阴是那个医生。然后我这个，你看他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这就是我的啦，我就一定要把它带回来。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一只孔雀。那刚好我就觉得它跟我很有缘，所以那时候我就等于是把它从云南特别把它带回来这样子。它是很神圣的在那边。嗯，云南，云南那边呢？云南呢？对啊，我去过西双版纳，也是早餐吃那个 brunch 的时候，还有一个 outdoor， 你那边吃，哎，孔雀跑过来，哎呀，好漂亮啊！它活了孔雀，它那一间饭店就标榜说它有这种让你体验。你知道我之前去西双版纳什么东西跑进来吗？什么？摩托车直接从机场骑进来，骑到机场去。在他朋友到机场，摩托直接骑进去机场里面，好嗨啊！就是他服务到位了，他直接在他到 check-in 柜台的骑进来了，哎，这登记，这登记，这怎么那么好玩呢？后来我就特别的体验，我的孔雀，sorry， 我的孔雀，我就把它放在就是。这里比较小啦，就是但是我就把它放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然后让它可以就是闪闪发亮，对。然后你现在都带着它？对啊，我就搬家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它。这是那个我朋友来帮我装门啊，但是我重点是后面这只孔雀。我有蛮眼熟，该不会是我认识的？不是，它是做系统柜的。然后我重点是后面这只孔雀，你看它就在后面闪闪发亮，你看它多黑暗啊，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亮亮的孔雀在这边。你自己调色的吧？没有，我跟你说。所以它是有那种光明的感觉。因为我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来我家，他就说：“哎，你是不是有高人指点？”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演艺人员其实家里放孔雀是非常好的，就是像孔雀一样会绽放，然后你会有好人缘，而且会让人家看得到你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才想说：“真的假的？就是有点误打误撞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把它放在很就是刚刚那种很光亮的地方嘛，就是要让大家看，然后就顺便招好运这样。但是有一次搬家，就是我最新搬的一次家的时候，因为它很小，它就是放在所有的那些搬家的袋子里面啊，我就忘记把它拿出来了。那因为呢，我后来的家我就觉得风格也不是这么合，我就那次也没有特别想要把它拿出来放这样。但是很多厄运就开始产生了，譬如说像戏剧哦，已经到了定妆合约都已经签了，我居然那么临时被通知说，哎，我被换角了。对，已经合约已经签了，然后他们说不算数，然后对啊，我就很傻眼啊。这个定妆都定了，定妆都定好了，而且还定了两次，然后还有很多的活动，大活动一次那个钱大概都就是你那个月就大概可以过的那一种的，同时期发生。对，然后他也是一样，就突然就没了，然后还有甚至连那种代言，然后。代言，我多想要代言啊！对啊，就是谈的都是很好的，然后突然就又临时就喊卡。Oh no！ 我就觉得不行，是不是我的孔雀？我孔雀呢？然后我就开始在翻箱倒柜，然后再把我的孔雀就是拿出来，然后硬放在我家，现在就是高耸的地方，有没有？不会的，地震会不会掉下来啊？没有，我现在没有给它粘那个粘土。对，你要粘的。下面是吸尘器这样子。也不是，它就是45度角啦。又是你那么学人家，明明75度，一直说45度。我跟你说，我其实没有很想，当初没有想要把它拿出来，原因就是它跟我家的风格其实不是很合。因为他家就这个45度，我去过他家，对，这个是45度角，你看这不搭，但是就是觉得厄运一直。
直缠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还是要在高处这样子。为什么放大截图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就很凄凉在那裡。所以那个运势有改善吗？有啊，我就觉得后来工作都还蛮顺的啊，然后都蛮多。新的厂商或者什么都后来都回来了，整个人生就顺起来了。对啊，只是就是当初那个代言跟那个戏剧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希望赶快最近赶快再回来。可以了，所以这个跟孔雀你觉得是很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也是心里有影响吧，就是等于让你安心，然后可以让你整个人有正面力量，一个精神寄托的感觉。